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在死海漂浮读报纸，鱼儿偷看头条；二、在爱琴海搭帆船，海豚比我还风流；三、在埃及金字塔顶喝茶，沙漠精灵要加糖。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在死海漂浮读报纸，鱼儿偷看头条。 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有趣的故事。这故事的标题听起来就像是某个奇幻小说的情节，在死海漂浮读报纸，鱼儿偷看头条。首先，我们得先澄清几个事实，然后再进入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首先，死海是地球上盐分最高的水体之一，盐分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使得它的浮力非常惊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可以在死海上轻松漂浮，甚至可以在水面上阅读报纸而不沉下去。 这个现象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们的好奇心，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体验。然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科学问题：死海因为盐分过高，几乎不可能有鱼类生存。所以，当我们说鱼儿偷看头条时，这里的鱼儿可能是比喻或者是幻想中的生物。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来创造一个有趣的故事。想象一下，在死海的岸边，一位游客正躺在盐水中，享受住阳光和水的拥抱。 手中拿出一份最新的报纸，这位游客正在阅读关于世界各地的新闻，完全沉浸在文字的海洋中。而在他的周围，一群好奇的死海鱼，当然这是虚构的，正偷偷的从水下窥视住报纸的头条。这些鱼儿可能在想，哇，人类的世界真是奇妙啊！他们的头条新闻居然是关于一种叫做股市的东西上上下下，这和我们在这里的盐分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他们可能在讨论，看看这个，人类又在争论气候变化。 如果他们不小心把这里的盐分都弄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幻想，但他们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地球上最不可能的地方，我们的想象力和幽默感仍然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这个故事也许会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共享这个星球，即使是在像死海这样极端的环境中。所以，下次当你有机会在死海漂浮时，不妨想一想。 如果真的有鱼儿在偷看你的报纸，他们最感兴趣的头条会是什么呢？这样的想法或许会让你的死海之旅更加有趣和难忘。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在爱琴海搭帆船，海豚比我还风流。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轻松又有趣的话题，在爱琴海搭帆船，海豚比我还风流。首先，我们得承认，爱琴海是个浪漫的地方，它的蓝天、碧水和历史遗迹。 无不诉说着古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和冒险。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在帆船上已经是最风流的主角时，海豚们就会跳出来给你上一课。海豚，这些海洋中的优雅生物，他们在水中的舞蹈比任何帆船上的宴会都要迷人。它们跳跃、翻腾、旋转，仿佛是海洋中的芭蕾舞者，而我们人类不过是坐在帆船上的观众，享受着这场自然界提供的免费表演。你看，海豚们的风流，并不是指他们的浪漫情愫。 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他们不受束缚，不需要船票，也不在乎目的地。他们只是随波逐流，享受着每一刻。而我们呢？我们可能还在担心运船，或者在想晚上的晚餐该吃什么。有趣的是，古希腊人也非常尊敬海豚。在他们的神话中，海豚是海神波塞冬的信使，甚至是英雄和神的化身。比如有个故事讲到，海豚曾经救了著名的歌手阿里翁。 让他骑在背上逃离了海盗的追捕。所以，如果你在爱琴海上遇到海豚，记得向他们致敬，因为你可能正遇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名人呢。最后，如果你真的想在爱琴海上体验风流，那就学学海豚吧，放下手机，忘掉社交媒体，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片古老海域的美丽风光中。也许你会发现，风流不是比拼谁的帆船更豪华，而是谁能更真切地感受这片海洋和历史的魅力。所以。 下次当你在爱琴海上搭帆船，看到海豚在旁边优雅的游弋时，不妨微笑，并对他们说，朋友，今天的风流主角是你们，我只是来学习的。这样的态度，或许才是真正的风流所在。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埃及金字塔顶喝茶，沙漠精灵要加糖。各位亲爱的学者们、历史爱好者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游民，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探索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埃及金字塔顶喝茶。 沙漠精灵要加糖，这句话听起来将是某种神秘仪式的一部分，但其实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和一点点幽默感。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埃及金字塔。这些古老的建筑不仅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也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金字塔是法老王的陵墓，建造于大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八十年至公元前两千五百六十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胡夫金字塔。 这些建筑展现了古埃及人惊人的工程技术和对于死后世界的坚定信仰。现在，想象一下，在这些古老的巨石建筑顶端，你正端坐住，手中拿出一杯热腾腾的茶，这画面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和不合时宜的幽默感。毕竟，金字塔并不是为了工人在顶端品茶而建造的，而且你要怎么爬上去还真是个技术活。接着，我们来谈谈沙漠精灵要加糖这部分。在中东和北非的文化中， 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饮品，它是款待客人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交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沙漠的区域，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代表住热情好客和友谊的象征。而加糖的茶在这些地区非常普遍，因为糖不仅能提供能量，还能在炎热的气候中帮助保持水分。至于沙漠精灵，这可能是对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或当地居民的一种诙谐称呼。他们懂得如何在这个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就像精灵一样。 拥有与沙漠和谐共处的神秘力量，所以当你在金字塔顶端喝茶时，别忘了加糖，以示对这些沙漠精灵的尊敬和友好。总结一下，在埃及金字塔顶喝茶，沙漠精灵要加糖这句话，既是对古埃及文明的一种幽默致敬，也是对当地文化和传统的一种肯定。当然，如果你真的打算在金字塔顶端喝茶，记得带上一个好的攀爬装备，还有别忘了那包糖。不过，实际上， 这样做可能会违反当地法律和文物保护规定，所以还是在金字塔脚下的茶馆里安全的享受你的茶吧。毕竟我们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法老的诅咒的主角，对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三个有趣的故事：在死海漂浮读报纸，鱼儿偷看头条，在爱琴海搭帆船，海豚比我还风流，以及在埃及金字塔顶喝茶，沙漠精灵要加糖。 这些故事虽然有些夸张和离奇，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一点点幽默感。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想象力和幽默感是多么的丰富和独特。即使在地球上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我们的想象力仍然可以创造出奇妙的故事和情节。而这些故事也提醒着我们，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和谐共处是多么重要。无论是在死海。 爱琴海还是埃及金字塔，我们都应该尊重并保护这些自然和文化的宝藏。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喜欢这些故事吗？如果你有机会体验其中的任何一种，你会怎么做呢？我期待着听到你们的观点和问题。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奇迹和幽默的六度世界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